原本是要买玉米的，可是因为它的玉米卖得太好，现在已经买不到了，所以我们就买了茭白笋。然后我们要去它的队友房的地热池，走吧 ，Go。小白笋的话，它上面刚刚有写那个告示是20分钟，所以我们现在放在底下之后，要等20分钟就可以来拿。好，现在20分钟过去了，我们要把它拿起来，要先去泡冷池。旁边就有冷池，走这么远。这个冷池呢，是它用来就是游客煮完东西之后，可以先泡一点冷却，然后不然它会太烫。先泡在这边大概3分钟之后就可以拿起来。然后这边有给游客丢像是笋子的垃圾桶，然后就可以在旁边拨。太久。好的，我们做完了之后呢，就可以开始吃了。形容一下什么味道啊？笋子的味道。是丝吧？然后，除了这个之外，看得出来啊，看得出来啊，我以为看不出来。好，希望大家可以带女朋友来玩，没有女朋友的人就带玉米来玩。下水啊！超棒！41度还好啦，41度跟我发烧差不多而已啊。对啊，你平常发烧也是个温度啊。